居，会有鸟居。OK， 你们这样看就会知道了，好吗？等一下呢，我们从这边这样走，一路走进去，我们去本殿参拜，好不好？然后之后你们自己要这样走回来哦，我会放你们自由，你们要自己走回来。现在一路请大家要跟好，你们才听得到讲解，你们也要听路，我要跟你讲路怎么走，现在务必要跟好。可是呢，等下放解散之后，你们就有自由行，你们可以去买东西，可以去买玉手，可以去拍照，可以去买饮料，可以你们都可以。可是在我没有说解散前，拜托拜托，先跟着我，可以吗？好 ，OK， 走吧。Let's go!